耶、yeah, ，事情处理完喽。我是公关的社长的 FIC 2月15号，中校新生。之前在烧饭头吧，就是。哎，这边还蛮多好吃的哎。对啊，有麻椒和，然后金鲜虾卷什么的，双酱咖喱有做，是吧？好，在中校新生站六号出口，我去搭捷运了。啊，事情终于处理完了。是希望能够圆满结束了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给我们大家。中校新生板南线跟综合性路线的那个双站啊，双线车站。如果你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给我们大家。中校新生。如果你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给我们打酒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可惜，感谢支持大家吗？